那些年陈晨追的女孩。根据日本调查，哪一种类型的女孩更容易认识异性 ？A. 运动女孩 ，B. 文青女孩 ，C. 搞笑女孩。运动女孩。我用猜的，我也猜搞笑女孩。一笑，距离就拉近了。我是要把你当哥们。我以前走搞笑路线，我一堆哥们，没有一个人要跟我交往。我们合作过，你也没追我啊，对不对？还追过别人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